你还敢站到面前去，我也是服了你了。哦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！要不要去吓吓他们？吓他们吧，迫不及待了。走吧。哎，那个棍儿很重要，制造动静是密室里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去点那个客厅，我去那边蹲着。 吓自己行不行？有脚步声，你没听见吗？你们看呀！是那个柜子，是不是要把柜子打开呀，韩哥？你赶紧打开了吗？不是那个柜子，是门，是门。谁抓我了？不是，刚才有东西抓你是吧？假发，假发。我不是，刚才有东西抓你是吧？假发，假发。我不是，刚才有东西抓你是吧？假发，假发。 我真不行！ Hello， 不让！没事！欢迎来到乐霸惊奇探秘。还好我会剪。 你能不能哭呢？是不是看见亲人之后特别的亲切吗？来不了。没事，我出号了。我吓死了。没事，我来不了这个吓人。你来不了吗？不可能，我们都说你是最勇敢的，而且你睫毛一点都没有变。你怎么了？你这汗说。